广播师啊。请听长篇弹词《再生缘》第八回《丽君及第》，由秦继文演唱。万丽君相夫在亲，双女同房，本子心里极少夸，还得为首合迎儿傍着各位新娘娘服侍别人，谁是自家老娘的囡儿苏银色，故人重逢啊，喜出望外。哦哟，这要天这要地，所以两高头商量还没做高夫妻，非得为万丽君发点心事吗？我家还多个帮手，可是最好人把不为出发在。现在每两样新夫妻来接上人上门，一方面接弟弟娘亲请择偶，两相呀得知了他他可见之好女婿，得知男女两高头互的讲一对。哎呀，靠我真正写得自然命和荣耀。那么现在辰光来他他对女婿看看是，当然来过节上门看女婿越看越有气，上人看女婿嘛越看越动气。那现在想要他偷看看个好女婿的囡儿实在开心，宿舍来他他是各分三样些个呀，囡儿们屋里向去聊得来的，现在嘛跑菜就找到他一个好女婿，乃是多顶顶手中接待。老乡要我要当女婿太太了喂。啊，言而叙，有无大人，待女你们夫长妇随，早生贵儿子，都是有无大人。李俊心里转念头，一对半后抚养儿子，只要让我个女婿班内习字习生，但是表面上总归要和那条讲，让你靠我弟，而且做得没两样。说有大人，先需要是要交心啊，做起各并交你才是道理。想要说应当如此啊，而且呢要多多质疑曾大人，请你进京来洗礼。李俊连连答应，待之一位嘛。李俊说先需啊，要到书房里去。一方面嘛是要加薪，一方面我要温习功课，因为科技在即了，应当准备准备。是为绝不离手，却不离口呀，勤于工，惜不业。想要听听女婿阿爷有情的呀，别个关照女婿，你要适可而止啊，你身体阿爷当心啊。所以让李俊刚退出来，给到王平郎娘囡阿爷带带。他他二弟我们门人是小姑娘带你啊哈啊，苏银是做你的物资吃往里说不出个口，当日只能撇撇来他是没哈。他他放心熟知一些嘛，让新社叫为王，我李相是听话不都是丁亚军刚带李军，但我是私房里熟定温热功课是叫叫叫阴的，丁丁亚军想的王家来的财房里还有一个家门的一个同儿叫永发，这我对白了了你说你一样天赋自己的男高人来拿上去海里来，给到四房里十八同儿可见新姑爷是无定也请姑爷是谁，马上爬上女爬入新姑爷请用手放手是说白一方，新姑爷请吩咐哎呀用第三个地心永够地裂是徐建宇一桩事情命你们速去北来，新姑爷查你可是你该心给哎，新姑爷不知啥事体请吩咐啊，后必不把互动玩家来地谁要房间一个同儿用法是我带进进来的，快去回来再与我的眼里一起带来房在间也与我事情了是正行过来吩咐同儿罗里过带妹马上去四个人，为啥要四个的要要挪行李搬得来，所以人数也多一点，四个的出相府马后头八百五动锁门入楼，别个一路追门一路商量，是新姑要关上你去害哥哥叫永发是你的心腹，
要客气点讲，请姑爷面上一句闲话，大人真吃得了，对不起。一打打王家老弟大厅大门喊：“老板，老板！”里向老板听见，连忙出来一口四个铜儿，看得出身上单背一口就是相夫郎的贵高。哦哟哟，四位贵高，有啥个贵哥啊？是不是要找房盖？不对个，不对个，别瞎说。你是个相夫里来个，奉旨你新姑爷之命啊，把你来收请房来的，我行里盖。哦哟哟，贵高，原来你都是相夫里的。哦哟，可是大家自家认为，分分内事。你都新姑爷是我老爷惹的嘞，房来的嘛，不必客气在。不，别说盖，你新姑爷吩咐盖。如果不收你走去，我还再吵了。说，要收个啊，你少客气个。俺里面是买拿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同事啊，叫永发，阿拉里啊，一个，现在在浪房间里。那么同来领你进去看看里走啊。好。老板领子自家的进来，到三房间门口立定，起身一推门，房门啊分手，推开，对里向一看啊。这几个永发同儿眼瞪瞪坐了床沿上，眼鲜艳的丁娘呀，眼中啊发跌。其实这个丫头的蛮忠心的呀，自从昨日子得三只要不了彩球当中，不里多逼近相府，你回到在房里托老板去讲，后来老板吃醉这个酒走来忙，问不出啥个名堂，哪里要进呢？吓得昨日夜里夜饭分吃，而且夜天分困。今朝得过些点心不吃，你晓得三只龙江头子要到要抽板，抽板下来是定时活不落。三只有啥三长两短，我还反不着，大骂大不嘴，瞪西望，所以眼瞪瞪坐了浪。现在老板看你坐了浪么在乎里上，小不高，有人来找你找，不经地方的行人叫造人的，规则里有人来寻你者，只可站立龙处。听见赵人们听出头，有人来捉我贼啊！没哈，是哈来捉贼？哦，啥个？听得老板奋动，林子四个同事在里向叫人一声：“呵呵，四位贵高 ，no， 你就是永发。”四高头在里向一口房间的蛮清爽，双铺对永发一口面孔的蛮漂亮。喂，兄弟，你还是叫永发？嗯，嘿，是个。啥天你人中掉了啦？啥都是干的，他好不行，一旦去吧，走。啊，俺们俺们没去啊，啥个俺们没去了？你哪想出来？你们相夫郎当差的，从此新姑爷之名，海内一旦带你相夫郎去，那是你一个人还没你吃饭的哇，才是自家的兄了啊！走。哦，那还我得落个脚，也没我得落了你们，你哪日是我？走，这样，哈。这还跟着去也是那种关系啊！喂，别出门的，你哪有点实实地地打了光闲话？其实用法搿两声才是新话，你都哪弄得明白？当然，大家一旦出来，老板拿房外的么接收，同事么付清，再拿行里么是么一讲，领子用法得相符，进前门用法看看山河啥子好，高大门楼里向高厅大厦。同日路行里面是毡房里八合门林子里的书房里来，到书房门口关这里来了，同日先在里向禀新姑爷，是奉新姑爷之命啊，到王家了的宅房里已经房外的父亲经济思想行里面是通通拿来，现在放了毡房里，请新姑爷要过过目。不行，我一只永发同日客人带来。来在那让书房门口呼他进来记我是同日退出来，永发兄弟新姑爷还来进去接啊，永发他们都让他进来啊，心里为了让别别跳，先说不要骗我啊，不要骗进去刮他一顿，等到大大里下一口门，书房里啥是清药，可见现在啊是武汉那让失足之中，而且香兮兮，咦，钱花的多个，哪不抽半个脚？我也做到了新姑爷说的佩服，打上来嘛规矩做作。相公那都上的，人都叫相公客的，因为你是自家人，这个来不叫新姑爷，又叫相公。
罢了。小相公立起来不必一立，实在龙不动了，你资历会得鼓出来。阿姨阿姨，李君山，不要房间也说个阿姨阿姨，你说个也不能龙江搞，快点到你刚刚明白吧。但是不必同日哈几个老人日暮众多，那哈刚一向没有在嘞，是吧？金姑爷有啥吩咐？我新姑爷要用功读书，你们在此十分热议，快速与我退离啊出去。是，新姑爷要用功，要诚心，你应当退出去。若是新姑爷有啥事体要吵你们，你只要喊一声哈子啊，你不准有个啊。明白了，各班同志，哗啦哗啦。通通退出书房，随上一个用法来让不必。马立军对你做做手势，一定是拿书房门去乖乖上。用法几乎灵巧，马上过去拿书房门，啪一关，咕咚一声。回过来，俺们轻动动眼睛多，你们眼睛多，我也相对，我眼子你多，群众智慧都要听不出。哎呦，谢家，你拿。走得了辛苦呀，我是急得来说你知道一天天分困呀，说你到今天没事分吃过一点点，你的小姨啊到底哪时了还叫哎呀呀呀的，你可晓得我的娘子是后续养神啊。哎呦呦，我要叫娘子这都吃不下，给他想不起真走啊，哪肯答应你，你一手不及。因为相国千金并非别人，是苏银仙苏姑娘呀。啊，苏姑娘，你哪位比相国千金的家，只因如此如此，这不这不。虽然相西人言告诉不了我的听嘛，我还不去啰嗦，所以我们恰相逢第一，用来听我们有惊有喜。哎呀，想不到一个种差事体，这要是要天要地，哪是要紧走啊？你多么高夫妻经过走过去，我们同儿大家切吧。确实，相夫郎不里都切得落光树啊。老乡要昏东东没了沟当中，你想想，都没了笼子三个，你去搭档的，这个用啥用是不会抽板。现在大家放心，哪是用发生？我把奴婢弄杀，我去吃点么子来。这你去啊！挪书房门一开，娘里的书房里向去，烤面水看吃点心。那么从此呢，叫吃啥该打，做啥该打，用啥该打。老乡要所以派的老样盘做足，还高档多啊，不在乎。一方面李俊做得这么叫啥？我要下发一封家信，派一名能够家将。上里五三人之伴奏，极致夸我。大湖南开封府西门啊，李家庄宋家兴，家将冯英及子母小英一说，哪一天到李家庄？我母门给个信门，张郎同日邻里到里下，接过来他呀，呈上事情。李家三来了，七岁三年五上摸不着嘴了。等到我心拆开来一看嘛，方是明白呀。这是何女子进京赶考，考上分进，已经相夫招亲，一个得到情人礼。哦呦呦，我要喊我到京里去白相。哦呦，我是胆小的，不去。现在去襄阳便是两清高的，我非要说去襄阳。一直走高了要在好的谁刚跑来了带些，所以小子从微信小不想要新郎想结果客气说，小儿进京顾客都梦想要谁亲娘带各夫们不胜顾忌，本当亲儿进京八忙想要谁人所无机身，请想要多多女人，小儿在政府们一切把托这份永远迷掉。小孩我姓封号哥的不了这个家家，我上里你两银子归这里。这个你他呀是老太爷，哈哈哈哈，我叫你你他呀，
你讲个老套谣，道高才是套谣，都有气概哦。这个叫三龙大象葫芦，这封信啊，你要神奔读想要看个，是我老套谣，茫茫读老想要，请你有空嘛，到乡下来白相。是，这老太爷吩咐。那么你吃自肥了，动身，谢谢老太爷。娘叫将到厨房里倒菜一顿，所有动身回到军里，拿个封信送得襄阳。襄阳一看蛮开心，原来亲家公养我赵云爹里多个儿子。哎呀，想想你啊，多客气的。女婿我要不知之客，岂与负责任之礼？哪日这个女婿啥时候是湖南开封府人，立多衙来之心？副科长才是搭档的主要，那个求他走进。老乡呀，哪想得到？丁要金刚带马立军，你要叫郑匡，你的意思相互招亲，一打得三个出局，你还要真靠上找。马立军当然早已准备，进山过考。考上里的事，我只要一张批子，唱得里种上牛。只要是唱得里种上牛，做得再大的也便当。待等到题目下来，大家用心做文章。本人我啊，不必去细说，但是呢，黎明当。就是马立军，一个才人像十四个用出来，虽然啊，今岁不是人，虽然今岁人战，初级头上十二年上能够不虽然，虽然一笔们塞出来，登法榜二品好消息。你去亲人能来发达、帮老乡提名，这听见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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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中的名好，府上黎明当大老爷，高中第一名委员老爷了，恭喜恭喜耶！李俊得心得意洋洋，开谢包西人上帝，包带厦门街里高铁。不过位置的不是上女，叫委女，是为三女结弟，要高女、委女、上女。现在第一名是委女，再等三天得四个称帖，要第四载。啥叫啥第四呢？就是皇帝临帖亲自面试，这个是俺们一关，顶顶重要。皇帝亲自要看，先得文章好，而且要人品好，面孔标致，非常重要。李明明的第四灭军人他定家，当日李明当文章定好，而且灭空定标志，你想想你三女先只要背了浪漫耍你的灭空就得来了，所以亲爹一家一命上女李明当，一家二名帮来福建人叫崔佩凤，一家三名偷火湖南人叫徐伟林，三丁家奉旨于家傅琼林也。徐继三日一琼林十年
下尽能攻夺，一举神明天下神。上上画画，这个一唱不才是上女中在。封建时代读诗人中上女子，哦，是鼎鼎荣耀在。两季了想要喜出望外，汉语系与之起一举神明，打败一日杜钦康，热闹一番。一方面为了保险大湖南李高庄，李少帅得心思得来自杀命不容。哦哟，乃是我失去了桃夭折，想不到好女子运气这样好，牺牲李老之类的。相夫招亲，马上为中少女祖宗接待，娘里们靠我。今里向哪里君一中少女忙忙碌碌，为了小恩师出现八位同音弟兄，忙特子不顾把我们妹妹叫正然在。纵使谁的时候当可以记得上皇帝，你还里要想背得记得着，要八句离婚妇王夫帅无招，副科长为不来日。为啥？因为小长女只有六品，你分中长女，我有认为中长女是不得了，但等一中长女来让金地让品阶的让来了杀杀五队到王帝局里一头头的了，哎，我说不上花日长女不识趣的呀。那这地方是哪人过只有十句得谁，比方大家是政治他的方亲，一中长女马上放七三代替人手，是三方不敌，三品以下七载而罪，跟九十一同在十句两个谁。那现在满里就一中长女四方哪人过累了舍当了，这个官爱叫后令有岁财，要想是今日你想不要想，现在老几女人官为牛人后，而且忽然四大饕餮，皇帝几乎相信实质有实证。那些小状元要搭理判，正好比鸡蛋大啥都有判，你哪判得过？所以李俊范日龙的心里虽然苦闷，中之状元不能发愁。副科长，你真让人苦闷啊！嘿嘿，机会来着。因为正宫冯家娘娘刘易之啊，皇帝非常宠爱，立于老姐个大女儿。老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就是刘易之，还有个小女儿叫刘易玉，有段史料要说说个。这个刘易之啊，老姐无力靠了一个咋把的啊，一个冯家娘娘嘛，为了的，皇帝如今得宠。故些的怀孕在身啊，而且什么满足要养小女子。今朝做了朝阳宫里周年的，两不比他给公务几十个那老子女。夫人虽来不自立，身为陆家一家子，得于天师及灵子，与浙江水相互几一家屡日一居，他们圣人照样不假，身为儒家将要临门，思想起来毫不对心诚意。立了让上心事要养小女子，心里有点哈，因为从前女人见过苦恼，医药不发达，要养一个小女人，心灵要半条，所以派的一扎扎了棺材里向，一扎扎了棺材外，是开出开进，几乎危险。不比现在医药昌明，才可以有安全之上，才有保障。那么刘一枝这个女人呢，今年只有年龄岁，脸孔洁白子啊，而且微胖磨皮，皇帝啊欢喜得不得了。别个里本性不好，私心较怪怂，自私自利，专门扩张自家的势力。凄凉就是啥子？
帮子牙周旧七兵，马冠玉甲，旗海忠良，独男不归。老几刘瑞即刻里帮忙四大饕餮，当时是老几的口水，现在肚皮里有气，立一身帮忙，还有说像个男小鬼，从前重男轻女，何况是那宫里向冯家娘娘，像个男人不得了，太子将来还可以接王位，立即接王位，自家将来还做王太尉，势力越来越大。过去真的让周年的。忽然觉着一阵肚皮痛，呼咻！面对一醉嘛，双手拿肚皮一放，半边个种公路自由的几乎当心。看见冯家娘娘面对一醉嘛，肚皮一碰，嘴里一声，哦哟，哦哟，连忙进门。娘娘千岁百重，娘娘千岁百重哦，腹中好疼痛啊！娘娘今天肚皮痛啊，哎呀，这婆要临盆走啊，啊，这是水上部进宫，至于娘娘临盆，领旨，他给大人马上去到水上部，老早准备好着，四个水上部，其实嘛就是老娘，老法杨小姑总归是老娘最上，不过这个四个老娘嘛，才是挑选一个对儿那儿丁儿姐儿和本子来接你，马上进来。不是冯家娘娘临盆，什么是临盆？可是总归都是磨洞的，等到入到磨洞了，就是养子半年养不出呀，吃牛奶奶菜，而且头三数高你危险，肚皮一阵一阵个结痛，冯家娘娘外国的让吼，这样吱吱的干了让吱出来，你啥不得？那么到底哪样痛法呢？说不相瞒，我本人分阳些心路，所以不体会，请原谅者说不出。不必水上部介绍这样，养不出是不得了啊！冯家娘娘皇帝的高子母啊，怕是是遇上三长两短，我你性命不保哎！马上介入。到底冯家娘娘落了一种奶菜，一入门发现是深水伤，他一猜。奶菜当中深水散极危险的一种，先拿个头发出来，伸一只水出来，都要让你个只水缩进去，人回出来，水头出来，要几乎辰光得了，同人要吃不消的呀。那么还有法子呢？是这先拿个只水快点缩进去呢？有办法的，啥个办法？只要挖一把盐，往先拿水里一塞。就是马上就会缩进去，这个呢，深水上的老弟子叫偷衣裳，要偷一把衣，那么小女偷把衣啥用场呢？有道理，并不是真正你要烧啥么子了要把衣，因为有科学原理，小女的水皮肤几乎嫩，衣也是黑的了，小水里放置衣么里，裹上黑通子么，马上就会缩进去。其实那不放盐，放点白盐么子，你裹上肉样子的，还要缩进去的呀。那么奶菜一共有几种呢？从这蓝色上说起来结棍了。比方说肉心饼，三四他云王菜子，那是不得了。老父母刚到三四他听，奶菜嘛，一共有七人一种的嘞，其实叫黑水。规规矩矩讲，哪有说七人一种？奶菜呢，一共只有三种：深水伞、立包伞、熟藤伞、大梨花伞等等。各种呢，才是实际情况。还有一种叫做凤心伞了、蒲扇伞了，才是瞎说，因为不科学了。说凤心伞，叫做小女两只手凤来自娘个心，等到养下来嘛，连娘个心一道拉下来，娘就活不成。那么私分小女的那个包胎里向的两只小手哪可以生出来凤来娘个心，根本不可能呀。为是补然上，就是娘个肚上补了小女头颈里，等到养下来的连娘个肚上统统拉出来，所以大人要死，我也结婚没拉的。小女上了包胎里向，亲家娘个肚上哪可以生进去补到小女头颈里，这自然叫骗人呀。现在我要告诉实际是
我们刚才至于深水上、立包上、树藤上、大莲花上等几种的的确确有个，我到菜科医院去了解过，哎，实际情况我欢喜实事求是。那么女人由于几种啥个道理呢？有一个为之财务啊身体虚弱，有一个为之怀孕之余发劳动，还有小女生的部位发症，才要让人工难产。那么弄得屁股生出来嘛，叫树藤伤；脚生出来嘛，叫大莲花伤。这样一来，养起来不人，你吃着就讨厌。还有礼包伤，只要是财务身体虚弱，等到生产嘛，胞胎先裂脱，小女就比较难活了。现在水上部看见冯家娘娘讨衣裳嘛，连忙去屋子一把盐，搿辰光老发呀，往小女手里一塞。哎，等着一下，小水果肉缩进去，慢慢叫小女又养下来。但是白白胖胖一个男小狗，哎哟，跟他子啊，何等神荣啊！但是美中不足，啥个美中不足？叫啥个跟他子养下来，不哭，闷声不响。原来闷得来太长，所以闷杀他。大概小女养下来总要哭，而且哭声哭得响，表示小女身体啊体质强。现在他只身陷业务，老娘还有法子，马上叮当叮拎了两只小脚，屁股上那里啪啪啪啪啪两击，一个钟小女叽叽一啪，哇哇又哭出来。福库长哥哥他子水上部完怕是怕，当时三十几斤小屁股又是想不想不来塞者，小女实在养出来辰光病得太多这样，叫这些日死不发之想。小女们怕不完，一块大人都要不来日子娘，冯家娘娘面孔割了四八，几人相会时我估计那个后像皇帝在跟他指出来，可是同年要紧，立马拿小女半边一放，马上拿冯家娘娘扶起来，身上相帮震一震，扶到你龙上了，三点皮都得起来，让你靠一靠。因为从前财务啊不能困病，困病要有危险，不比现在财库院里就好在，吃一杯药水，笃定好困病。那么当然一切磨动的零散么子让水上部了离开，公务马上拿老三人参汤送过来预备了冯家娘娘吃，娘里接接力，等到吃过参汤，那么吕一枝啊你还休息休息这样，是不是吕一枝一心想养个男小狗，方才痛得人糊里糊涂，到底养下来个子男子女们自家分享的，现在要进门在公务们娘娘去谁身体不容啊，晒开开啊，子妹子女啊，恭喜娘娘去谁是一位太子呀，七岁呀，哦，听就是太子的心里一靠啊，哦哟，总是被我不忙着谁是女，罗里晓得公务里我那个上海我不好听着，而且公务没抓瓜，谁在敢告诉你他是不问恐怖你要气，想不告诉你也不够，将来你总要晓得，等到晓得我来要挂你，哎，你为啥当然不是因为不白为当脸的，冯家娘娘面孔一白马上胆杀，宫里胆杀过不公务的比普通人家杀杀几乎是真加苦了，当然哎，我们也告诉你，要识得欧洲。这个七金娘娘七岁，虽然是一位太子七岁呀，但是啊，一点点没日干，十两岁什么？嘿，像一口气干，哈，你识得出要死个嘞？像一口气，人像一口气，我也是样个啦。哎呀，想不到我辛辛苦苦养得半死半活，好不容易是一个男小狗，罗里晓得不活该，心里喷上了一气呀、啊！不好在，只觉着眼睛里没黑一来。你说我们娘还气个？
心里一阵难过，好像当恶心。大为财务啊，但是再急当恶心。现在冯家一个恶心，嘴一张呀，嘴里像个血喷出来，连到鼻头里也才是个血呀，呕血上脑，眼睛往头戴骨里一贴呢，呕吼哀哉，浮于上下，气哉。财务呕血上脑最危险啊！而且一时队长来不及急救，冯家死不必公务急杀这样，拼命看严重，你都不必喊娘娘娘娘娘娘，气死娘娘！非要是叫你娘娘，那叫你何不忘忙哟？家子一些实在不来事，没办法，那是鸦飞恰楼。急得公务大概水上崩，哪个严重掉了？想不到同人相怒，财不报。两个公公跌打之冲去追命皇帝，一个劈头往上洛宫来。各种光神宗皇帝坐了上洛宫里了等，晓得冯家娘娘老杨相怒，你来这得行啊？但是皇帝还来让帮忙，还有说高级部养个女儿可以受重接待，因为皇帝年纪轻，未分于太子。那么为啥不到这样宫里去忙忙冯家呢？不可以给。因为皇帝一日体质啊居庸之症，财务血旺十分偶为不起干，所以那里耳听消息，或者看见两个公务慌慌张张奔进来，七七百岁呀，都是去发财，公务侯是他君小怪呀，娘娘就是奶菜归天，养我嘞他只要一日不问，都应想呢谁不得这样。哈，皇帝大吃一惊，我是青天里想哗啦啦啦啦啦一个霹雳，不觉放声痛哭，阿兄自痛啊。皇帝对于冯家非常宠爱，想不得杨小女为杨杀他，难非难过，所以放声大哭，而且可自动。那么为啥不可妄动了吧？而是自动搞点定局，所以可自动，而不是搞不能说错。此自动不比那自动，因动时不动。立刻自动自是双字之字，动是同日的动，叫自动。皇帝当然哭得伤心，不比他给立马加球。请万岁爷保重了，娘娘千岁人事不能复生，可知无疑，万岁今日之去不你姑们的伤悲，料理娘娘的后事要紧呐。他给这岁家去们往地面前自如哭声，他给告诉君娘往地卡一波面，谁在如此冯家气水死得苦烈，是与之与长冯之都吃伤，没让人家送伤，两块南木火柴，一块铜戈，冯家娘娘困，一块三戈，就是这个血泡泡困。因为是皇帝的骨血，是为了困坏的南木火柴。南日文武在骨血损伤，而且还要拒哀了喂，别要哭个，哭不出，还要哭，难哭。有个种官员才是做养子吧，这样。我白瑞他们之面孔只想嘿嘿哩，那种比喻一个人们真夸哭得伤心啊，杀人们老几流血，你哪不要夸他才只看气头的这样，你身为国家四大特气谁看女人给他骂的，一个女人一时无无打击，所以一路送上一路嚎啕大哭，娘娘天啊水啊，那么哭这哭战粉五百块当中唯一一个人非得不伤心不哭，而且为了让谢儿比过谢儿不出声高恶家好笑，此人杀人辛苦上女李明达就是满丽君，李想想开心啊，继任之女刘烨之亚历斯死得个好，继任个吴世莲谁是个啥根女呀？谁哪里生了？
立巴了啦，要背得坚韧，最不容易者。对于自家要想发展，叫迟迟不离。现在离一岁还得多多，皇帝不必五百女人面试之列，比较稍微清爽点。所以什么是阿拉文武百官当中送上阿拉让举哀，嘴里向心里说你的死得好，死得好。送上是要送到皇陵，封家罗帐。所谓皇陵了，就是皇帝的祖坟，陵墓之陵。所以名字与十三代皇帝葬了，然后叫十三陵，也在责任司徒十三陵司徒。冯家的丧事不是一日天啊，我免得啰嗦们一夜不要过，是两离开战。再说皇帝来往宫里，冯家一死，最怕公务要去罪名，国他千岁，事关重大，不能隐瞒。个人光一个公务。奉皇帝之命啊，往万瑞宫去报信，因为太尉是个杂工，叫万瑞宫。现在王太尉来往万瑞宫里做啥呢？连日都要没啥事体做，专门享福。皇帝个娘们是要啥意思呀？皇后西李万分晓得，过些来往万瑞宫。那么他与今年几乎年纪呢五十五岁，今在了万瑞宫里五啥事体嘛，吃吃点心，不必公务参与，他该发发说说，恭恭敬敬的让侍卫里。那么他与点心吃点啥呢？牛来了让吃粽子，那你隆隆趴的也是一阵，从来不得王太尉吃点心嘛，吃粽子，我记着你自家来吃点心，吃只粽子已经蛮开心噻。不记得王太尉的心吃着这个粗发的，你得不出大兵玉条了，哎呀红山玉容易砸到了。应该没吃白馍泥一壶李心汤不包饭，根本为这个试试的。那但并不是我带你主人家黄日一非要我改落给我落得快去点，现在因为有个大理的一个在清爽摩日你叫外日已经四月中旬，将近端阳佳节，粽子都是应时佳点，是嘛？所以他与阿拉让吃粽子，不要看清搿只粽子啊，并不是粗点心啊，吃粽子还有来历的呀。啥个来历？哦，历史蛮长有，为了让立国年间已经有只粽子在，距离现在要两千几百年，粽子竟有在。阿是哈说，我实事求是分为哈说，与历史可以说客。故粽子为啥？因为纪念现在世界文明中国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当时屈原是楚国人，很有爱国思想。我们也是好，立下的秦国野心勃勃，要想并吞楚国，所以屈原呢，就去对楚王说，要当心啊。秦国侵略之战抗敌不料楚王昏庸无德，不肯听屈原闲话，非但不相信，反而拿屈原流放出去。屈原满腔一热，无从申诉，曾经做一只虎叫离色。等到屈原一走，果然秦国大举进攻，结果楚国亡。这辰光屈原得到消息，官已经亡，你卑人家家不女之亡不怒，要我在那让五月初五忙着一条缸里向一条，这条缸叫灭路缸，对江而死。那么楚王的昏君不相信屈原，以至于亡国，而广大老百姓才晓得屈原是好的，是爱国的，人人敬重你。听见屈原对讲，马上大家开始去举，只拼了要得夸，内强我得。无奈江水滔滔，人中之物。所以于是啊，每逢五月初五要龙舟竞渡，卧龙舟嘛，就是这个出题。屈原死死么了不着了，大家总归不晓得哩。恐怕屈原葬身鱼腹，把那个种毒吃脱。
哪么想出来各自发射的种子去抛了缸里向，两个子鱼吃子种子嘛，合不吃却又生了个鸟仔，而且故事这不叫种子的，叫啥叫绝丝，过丝了过一过两过过丝啊，同样说马氏这个丝叫绝丝泡浆雕雀鱼。后来那逢那一年的五月初五，都要拿种子去泡了缸里向雕雀鱼，以为纪念，所以有一个吃点。过十余年，种子也泡了缸里盖。后来农夫对谁不泡缸里，泡了自己在，还吃种子在的是。所以才让端午节嘛吃种子。那么现在皇宫里呢，还吃种子。别个王太尉吃个种子嘛，比别人一概考据哦。八月本子三五块子，本子里个这种子是自由队所种啊。你说的稀奇。啊，没啥大不了。自由队所种，一公分一只两地一只嘛，顶多顶多两公分胖子乖，不对了。文称自由队所种，李向芳个李姓灭者关羽后的人参白木耳一叶五，在种子个把上，李向用脂粉吃光结棍。现在他有一只已经吃脱，第二只接了快五头了。我只半只，晚上半只的纸里向他让下这个公路进来不要心塞，根本你看看呢，桃园娘娘让吃种子嘛，至少娘里纸里个的种子嘛，叶子我起，那么你再上来包吃了这个公路嘛，年纪嘛轻子的心急不过奔上来，其实他一起来都是起发财啊，公路还不是金环啊，他一直里我也不知道种子分下来了呀，刚才我不大清爽。冯家娘娘美菜归体，养我来为他子呀一如佛般，冯白色呀孙子得来地名国他七岁。好，他一听见公路来报信，是到冯家美菜归体，养我来一个他子一如佛，我哥哥一下非同小可啊！纸里向个半只种子来不及拆，一下门，忙中火龙队滚进去，先个一杀他，中手半边公路塌盖，立马想帮兄弟的搭里路，一回头功夫气回转来，哦哟，万岁啊！他有两朵眼里哭心。水里三五块纸一堆，快五头让我有半只种子，当然也吃不落。拉到白肉盆子里，让他给水凿开。他与伤心痛哭：“万岁，你死得好苦啊！”因为这个媳妇，他与家国欢喜，平常人家微怕磨皮，所以他与现在难非要困。光是为之杨氏要管杨杀他，高你伤心。不必公路立马家去，国他几岁，你自家十七八重啊！冯家娘娘们已经归天在，请内堂一天岁，批批开吧。哎呦，当然他与这国的兄弟都有点不适宜，好像失敬的了。其实我刚才吃了啦，这个种子啊不鲜活。因为以前了嘛，吃个人光喝一喝，而且气一气，他一在。当然人过得有点难事事啊，是不是在？是我要去困他一些在。公务都马上财务过他，代理下内庆功，不是他与衣裳笑一笑嘛，困到龙上了。副科长难得干你去困，一点比你盖了让弗莱斯，再干一点。两条盖子一些牛不来日呀，再加一条，三条比你盖了浪，到时候歪了浪，这发抖呀。所以说四个钟头天气，哪用得到盖三条比的？原来他有后日来着，等着一些蓝谷子孽债。三条比的闪瞎光，还要脱衣裳，热得不得了，而且热得不愈后，干热，这被公路他给急杀着呀。要去千追万岁，想法子替他有看毛病。
但是他又不许你多去告诉皇帝，是我不过一点点小毛病，发一个恶念，谁会还给我被大惊小怪去惊动万岁呢？慌了万岁二两年为之冯家归体，心里奔着还难过杀了，我要去哈里继续身体啊也叫我你多一个不准去罪名万岁，我小毛病刚一两年天就会还给自家于手，你多少年要去亲自重办，要从容折当，自然一来哈多少年会过去报信，不晓得他有那个毛病一年也重起来，这样送得了，而且请他医院来看才看不好，不哪个满丽君机会来着，所以丽君要进贡医病借他有